西马斯，呢度系解答音乐问题嘅呢，通常按耐所。诶，一声 must say 啊，欢迎光临嚟到我哋通常按耐所啊，你哋好啊 ，hello。但系麻烦等一等我个同事咧又迟到。喂。哇，有咁多人嘅 ，Hello，Hello， 唔好意思啊，經理，唔緊要，我啱遲咗少少啊。佢哋咧就係Before the Night Ends。哇，你英文好咗，係啊，咁咧佢哋今日係宣傳新歌《代糖的味道》噶，咁即係甜噶啦。不如去第一個環節先啦 ，The Box。哇，經理，嗱，一陣咧，大家輪流戴起個耳筒，聽一聽啊，到底個箱入邊係啲乜嘢物件？一陣經理就會整啲聲俾你哋聽噶啦。OK，OK，Are you ready？ Ready？ 哇哇哇！睇緊其他戲嗰啲男明星咩嚟？哇，誒 OK， 哇！阿健，試唔試下？你試下喎，阿健。咁樣咯，嗰邊喺度。膠嚟嘅，有冇 feel 啊？冇 feel， 冇 feel， 攰喎。咩嚟？聽多十五分鐘，聽多十五分鐘先啦。係咪嗰啲夾板啊？下個人知。好，經理啊，咁不如介紹下佢哋咩人咯？佢哋咧就係Before the Night Ends。是一支由兩支組成的五人樂隊嚟㗎，至今已經有七首的派台歌，嘅作品以浪漫為主㗎，絕對是一班浪漫仔嚟㗎。咁啊，梁子，我話知你不嬲整歌啊，其實點解會整呢首歌？而呢一首歌到底是講咩嘅咧？大概難講得出美味，試過自然對。呢一首歌咧，其實係我三年前已經寫好嘅。咁嗰時就係抱怨緊自己女朋友仲掛住前度嘅一個感覺嚟嘅。哦，而寫出呢一首歌嘅。所以代糖的味道，你就係粒代糖。係啦，我就係嗰粒代糖啦，係咪？咁你嗰個係前度女朋友啦？咁又唔可以講啦。哦，前度就保護證人組啊。前度我就驚佢唔食代糖就會糖尿啊嘛。係講一個人好。同做兵一樣咯，但係只不過呢個兵係真係一個男朋友啫嘛，即係佢唔介意自己做一個代糖去俾佢女朋友 dap， 咁然之後就係、是、個故事就係講個主角好 enjoy 做呢粒代糖 ，enjoy 嘅，因為冇辦法都只有 enjoy。咁但係呢一首歌其實喺製作嘅時候，有冇話有邊啲位係要花多啲時間咧？特別喺 production 上，花時間我諗係編曲咯，因為我自己編開一開頭個 demo 編其實好簡單。是小嘢到可能得三四條 track 咁樣嘅啫，但係去到後尾而家可能好似已經有二十條 track。咁你平時係一齊會喺 studio 度夾啊，一齊去諗個編曲啊，定係點樣嘅咧？定係各自喺屋企各自修行咧？你哋講下，其實我有啲霸道嘅。我見啦，你話你哋講下。即係呢幾首歌出咗，呢幾首歌都係我整完個底，然之後掟俾佢哋。哇！你幫我錄下啦，你諗下點樣彈，你哋自己決定啦咁樣。你哋多數一交啲乜嘢啊？梁子都話 OK 喎 ，OK 喎，定係會改你啲嘢啊？通常都 OK 嘅 ，OK 嘅，通常都 OK， 唔改嘅。係，唔係冇眨眼，真心嘅，真心嘅，通常 OK 嘅。不過有時候可能我 send 兩個唔同嘅 track 俾佢，跟住咧佢叫我揀翻轉頭，我話你揀啦，跟住佢話冇啊，你揀啦，跟住話你揀啦。咁有隊友嘅加入啦，擺佢哋創作入去之後，其實又有冇話距離遠咗啊？到底係好事啊定係壞事啊？我會咁 firm 呢個陣容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好升啊啲嘢，即係無論係。想玩嘅嘢或者平時無聊想講嘅嘢都好升，咁所以我就覺得一拉埋嚟就係佢哋啦。雖然我諗可能有七成係我唔係好識得分係唔係好啦，但係有三成係覺得啊都幾啱 feel 喎。好期望睇你哋嘅 live， 我未睇過，一齊玩啦，不如你幾玩我聽喎。啊，想問一下咧，你哋對浪漫有咩感覺咧？係一種氛圍咯，對嚟講。寫首歌俾人哋咯，係。心跳的感覺，好冇心跳去講呢句嘅事啊！心跳就浪漫嘅話，就每個人都每一刻都除咗臉部可以嘅。你好自然想揾嗰種感覺。佢哋講啲嘢好虛無，梁子咩浪漫呢？追到個女仔咪浪漫咯，追唔到咪唔浪漫咯。
對於世衛組織旗下的癌症研究部門啊，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IARC 有機會將代糖阿斯巴甜將列為二 B 類的致癌物，請問你有什麼看法呢？問題不是我度噶。OK， 我覺得挺有趣。嗰首歌其實講緊當個男仔係代糖的時候。那個女仔其實都傷害緊自己身體，係啦，係啦，係啦。你以為是真的正啊？以為就咁抗兵做兵嚟，唔係，係話咩？做觀音都會影響健康。有啲人咧，咪唔可以斷拍拖嘅，一定要散咗一個就要連住下一個拍。我諗我唔係一個需要代糖嘅人，即係某程度上，我每次拍得一次拖，我都覺得係呢一個人係最後。我諗一嚟就係我冇呢個資格去揾人做水泡啦，二嚟就係我冇呢個心咯。咁所以我覺得我冇呢一即係冇嘗試揾代糖或者揾水泡嘅經歷嘅。大家有冇試過揾代糖啊？佢哋好可能有嘅，睇佢哋款都係渣男嚟，個個都擰曬頭喎，好乖喎，浪漫仔嚟噶嘛，你哋係。浪漫都可以多情的不關事的不過我都覺得是的，其實如果自己可以照顧到自己，我們不需要水泡，自己可以硬水。你們的作品裡面有多少是由感情生活得到啟發的呢？怕不怕乾糖呢？ So far 現在的作品全部都是因為感情生活得到啟發的，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戀愛腦的人來的。但如果感情穩定了之後，會不會令到你在這一方面的靈感乾糖呢？都唔會喎，又真係即係 so far 我而家感情都穩定咗啦。咁但係你就總會揾到啲嘢出嚟寫咯，就係冇乜感覺，你都可以寫到一種感覺出嚟噶嘛。即係但係寫唔到出軌啦，幻想咯，寫唔到追女仔啦，幻想咯。我以前咧，我讀書嘅時候咧，又好中意寫故仔嘅，係。咁我又會暗戀一啲女同學喎。咁你知道冇可能發生嘅時候咧，我就會將嗰啲故仔嘅女主角嘅名字改做佢哋嘅名字，咁嚟到同佢哋發生一啲。感情現在沒有的，我明白的，我明白的。我中學的時候經常都在自己的睡房扮跟我喜歡的女生。是啊，第一句話我永遠都說怎樣我想了很久，然後到我真實拍拖的時候，我發覺我沒有說過怎樣怎會這樣的。是啊，又想問問你，你會不會有些靈感其實都是來自你的老婆的？有些是來自我老婆啦，但是有很多都是來自你的。對不起，咪咪如果嚟緊叱咤攞獎，我哋預習一次上台講咩好唔好啊？十大第七位，代糖咩味道 ？Before the night end， 上嚟啦！多謝多謝多謝，係自己一台攞自己獎，好似有啲講唔過去，係啦。咁我都冇嘢，所以交俾啲唔係台嘅人講下先。多謝大家，多謝隊友。大家很有愛，你哋個個浪漫仔都唔諗住喺多謝嘅時候多謝自己另一半。我諗我會嘅，最緊要都係呢樣啫。其實你好後期先諗到啊，好危險啊！你好危險啊！係啊，我都上過一次叱咤個台攞過一個獎嘅。咁你有冇唔記得咗多謝？我乜都唔記得，我淨係講一樣嘢，多謝媽咪，多謝婆婆，多謝老婆，多謝。喂，大家真係翻去預習下喎。係。希望是想通那裡拿啊！啱啊，交歌耶！大家記得快啲交歌同投票啦！最後一題啊，想問一下你哋，你哋覺得香港音樂點解需要你哋咧？我覺得其實反而調翻轉，我覺得可能不需要我哋，即係我自己啦，我不知道他哋啦，我冇想過要生存太耐嘅。老實講，我都不希望去到四十歲都仲係唱緊，即係都仲係唱緊代糖的味道。我仲幻想你會變五百添。四十歲仲做緊人水泡咁慘，唔會啦。即係有啲咩就係最好係三十歲左右咁啊玩完玩曬佢就算啦咁樣。我而家秉承嘅一個精神就係我掉出嚟嘅嘢 connect 到幾多人就幾多人咯。經理啊，睇嚟係時候 wrap up 咯。好啊 ，Let's go。喂，各位小朋友准备好未啊？又嚟到 wrap up 嘅时间咯，准备三二一，糖，代糖不是好东西，世卫都话要管制，血糖靠恋爱取替，点知问亲冇人制，记住叫饭米家底，八十鸡饭斋食鸡 ，check it。
好啦，咁每個嘉賓咧，我都要問一條問題㗎，就係、是、咧，你哋覺得小龜佢喺邊度揾女朋友咧？我諗去沙灘。點解咧？佢好適合咯，佢個髮型。咁我覺得街市應該啱揾女朋友。你咧？我諗係上網啦，上網識。我覺得喺海底，因為龜應該係海底嘅生物。唔係，都係海底。哇！隨心，想做就做。喺個心入邊揾啊！好啦，拜拜。